兄弟们，突发情况，明天地铁公交全部停运，感觉是要快分层的感觉了。现在出去买点东西，买点蔬菜之类的，去看一下吧。看一下，这是全村唯一的出口，跟两个。我现在要去菜市场看一下。哇，他们两个人，一人提了两袋子。看一下，街上还是有不少人的。现在，我已经到菜市场了。看一下，好像人不是特别多。有很多人在买米，这边是买菜的。看一下，哇靠，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人。Oh my god！都在买肉啊，Oh my god！这菜刚过来，还好也不是特别多的人。来这边买鸡蛋的吧，是吧？鸡蛋一元，这是皮蛋一元一个。哇塞，从来没有见过菜市场这么多人。Oh my god， 这些菜都快抢光了。没什么菜了。看一下这边，这边是海鲜水产。哇，挺多人的。哇塞，我看选一点什么青菜。胡萝卜。妈，这里的菜都被买光了。这刚到的菜，刚到的菜也很多人买。兄弟们，现在晚上10点钟、9点钟，我的手机还没下载微信啊。冰丝儿哦。
给你们了啊，不要紧啊。